18日，制片人梁超现身西安参加庆功会，在庆功会现场，梁超求婚何文娜，两人恋情曝光。梁超在现场甜蜜告白女友何文娜，称19年收获很多，包括收获了我的女朋友。视频里两人搂肩露出甜蜜的笑容，随后何文娜也答应了男友的求婚，网友纷纷表示没想到有彩蛋，恭喜恭喜。那个，我希望从12开始一直走下去，你是中国的骄傲，我愿意陪伴着你，我也希望你陪伴着我做中国影视市场的骄傲，好吧？那个，希望你嫁给我，要贵吗？我没贵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